集《豆豆城》，我们来了。照在小脸庞，熟睡的豆宝宝悄悄。喂，不许唱！为什么？你把蜻蜓鸟吓跑了！哼，不准抓小鸟！不理你了，我还赶着去豆豆城呢。哼，豆豆城？我也正要去豆豆城呢。哼，我不和坏孩子说话。哎呦！好痛啊！怎么了？我肚子痛。肯定是生病了，我们送他去看医生吧。可是这附近哪有医生啊？啊，我有办法了！救命啊！别喊了，这儿根本没有医生。喂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病了，需要看医生。据我分析，他是吃了毒蘑菇中毒了，现在要先让他把毒蘑菇吐出来。我吐不出来。我有办法了。我来啦。快张开嘴巴。你刚才吃了什么？这个嘛，是我的便便。都吐出来了吧？真的？刚才我是骗你的，你吃的是巧克力糖果。快把这个喝下去。这又是什么？这是解毒汤，可以排除你体内的毒。真的不疼了，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是谁呀？我是黑豆黑乎乎，我正要去豆豆城，在路边看见漂亮的蘑菇，因为我很饿，所以就吃了几个。据我分析，看上去越漂亮的蘑菇毒性越大。你怎么知道的那么多呀？你是谁呢？我是绿豆绿悠悠，我也是要去豆豆城的。太好了，原来大家都是去豆豆城的。我是红豆红嘟嘟，你们好啊。我是黄豆黄溜溜，我们一起出发。我堂堂铁甲虫竟然挨饿，跟屁虫，快去给我弄点吃的来。可是老大，快去！是。老大，吃的来了。根据这张地图显示，前面有座豆豆城，里面有很多豆子，我们可以抓豆子吃。哦，好啊！老大，有情况，隐蔽。听说罗汉豆超人打败过虫子，是个大英雄。我还听说罗汉豆超人可以在天上飞呢。罗汉豆超人长什么样子呀？我也没见过，真想见见他。哈哈，运气真好，准备抓豆子。那等等，老大，我们看看。你是谁呀？我是英勇神武的罗汉豆超人。罗汉豆超人，据我分析，超人都喜欢把红内裤穿在外面，看他的装扮应该是超人。哇，这是罗汉豆超人啦！我是特意来接你们去豆豆城的，快跟我走吧。那太好了。老大一会儿把豆子们引入我们的陷阱，我们就有豆浆喝了。罗汉豆超人，你真的能飞吗？那当然。你飞给我们看看吧。哦，天气不好，不适合起飞。啊，来了，瞌睡虫，快准备。预备。你们两个笨蛋干嘛？快放我下去！是，老大。
你们两个笨蛋！他们是谁呀、啊？他们是来迎接你们的。你们两个快抓住他们！是。你们要。哪里冒出来这么个傻瓜？看来要我亲自出手了！再尝尝我的无影脚！不许你欺负罗汉斗超人！哎呀，你快放手！我就不放！黑乎乎，快来帮忙！哎呀，你们！快跑啊！今天遇到高手了！快放手，别让虫子跑了！虫子是我们豆子的天敌，刚才他们是想抓你们做晚餐。那你又是谁啊？我是豆豆城的蓝豆老师，特意出城来接你们的。接我们？市长听说在豆豆城附近出现了虫子，他很担心你们几个的安全，所以就派我来接你们喽。那你为什么不怕虫子？因为我会功夫。哇，好厉害！好了，我们快走吧，不然市长该等急了。豆老师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呀？市长！哇！罗汉豆超人！我们来啦！你们好啊，我是……好酷啊！哇！罗汉豆超人好神奇啊！没错，这就是罗汉豆超人。你是谁呀？这位就是豆豆城的市长。豆豆城的市长不是罗汉豆超人吗？没错，在很久以前，我们豆子一直饱受虫子的威胁，直到有一天罗汉豆超人出现了。他不但打败了虫子，还在这里建立了豆豆城。后来有更多的豆子来到豆豆城生活，再后来罗汉豆超人就把市长的位置传给了年轻人。经过很多年，市长的位置就传给了我。你们父母的委托信我都收到了，他们把你们送到豆豆城来生活学习。我代表豆豆城里的所有居民对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。